姜涛嘅数据排名前夕，唉，挂住姜涛啊，挂住姜涛啊！琴晚咧就睇咗呢个Mirapass 嘅综艺节目啊，总算啊见到姜涛几面，咁啊见到佢开开心心玩游戏咁样啦。当中当然有啲即系网上面有啲争执啦，唉，但系啲唔理啦。咁啊，高登仔即系见到姜涛开开心心，咁啊又见到几面咧，我都好满足啦。咁啊，不过即系话说都系挂住啦咁样，因为好似佢啲消息咧，就因为因应佢依家闭紧关，准备个人演唱会嗰阵时咧，咁样哋都少咗好多消息，咁所以咧，高登仔都一直喺度挂住佢。咁啊，挂住佢嘅期间咧，咁啊出咗个新嘅广告报告啦。咁啊，佢嗰个广告报告咧，就基本上咧定期都会出嘅。咁就讲翻咧，佢姜涛咧。出道以嚟啊，咁拍过咁多个广告咧，咁究竟边个广告受欢迎啊？流量系点样啊？近期嘅广告王系边一个啊？当然广告王嘅意思，即系当然唔系话边个拍得多广告啦，因为拍得多广告一定系姜涛啦，系咪先？广告王嘅意思系话啊，边个广告系近排系最多人睇嘅，或者系最受欢迎嘅，个升幅率最高嘅，咁都喺呢啲 report 咧就可以反映到出嚟啦。咁所以咧，其实对于高登仔嚟讲咧，除咗听阿姜涛嘅歌啊，睇佢嘅戏啊，睇呢个综艺节目啊，睇呢、这个嘅佢拍嘅剧集之外咧，其实佢嘅广告咧，高登仔都系成日有听有睇嘅，咁所以唔系听系睇嘅，咁所以咧高登仔都一直喺嗰、那个广告里面咧，我都好留意嗰个广告嘅 report 啊咁样，咁啊当然姜涛咧就一定系冇得讲噶啦，一定系依家全香港最受欢迎嗰、那个演艺人。佢系最多人咧，系揾佢卖广告噶啦，呢样系无可置疑嘅。就算上次出咗个 report 咁啊，IG 嗰个咁嘅广告嗰、那个收入系全港最高，咁其实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反映到出嚟啦。但系梗系我啲梗唔止啦，系咪？所以咧，今次又睇翻呢个广告 report 啊，究竟姜涛系点样受欢迎啦？咁咧喺呢个片之前咧，大家都要记得咯，听到呢度。赞好咗呢条片未啊？留咗言未啊？咁样，我多谢大家，希望大家高抬贵手，帮高登仔呢条片推广播出去。因为咧，7月份咧，基本上咧系 YouTube 唔会推荐我哋呢条频道出去噶啦，系因为啲 haters 攻击得太过犀利啊。咁所以过咗7月，睇下会唔会可以解禁翻啦？咁因为我哋而家受到严密嘅监视同埋即系检查，咁所以希望大家。帮手啦，帮手去继续将姜涛呢啲新闻同埋好消息啊、好成绩又推播出去。所以咧，最紧要如果可以嘅话，一两毫子、一两蚊都得噶啦。咁啊，超级感谢、超级留言喺呢段片嗰度，同埋你留言咧就去几蚊、一个几毫都得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帮手，等我收集翻呢啲数据就俾 YouTube 睇啊，即系呢条频道系值得留落去啦。咁如果万一呢条频道都搞唔掂嘅，咁唯有去后备频道呢一个版面最右手边个 QR code 用紫色框框框住嗰个啦，咁就后备频道啦。好，咁啊睇一睇嗰个 report 先啦。咁啊呢、这个广告 report 咧就咧选举咗啊姜涛啊23个最高点击率嘅 report 嘅。咁啊，最高呢个点击率嘅 report 咧，咁就嗰个广告里面咧就包含啦好多层面嘅。咁啊，通常咧依家咧讲紧咧已经有呢23个里面咧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已经超过10个广告，冇话超过10个广告咧，系超过百万嘅点击噶啦，咁啊相当之犀利啦。咁啊，呢10个广告里面咧有新有旧啦，系咪？最旧嘅去到2021年都有啦。咁啊，最新嘅话就去到今年6月2023年 HPB 有个广告都得。咁啊，依家喺呢23个广告里面咧，最陈年嗰个广告咧，等我睇下先。虽然佢就未过咗100万，其实咧佢系2018年12月21号推出嘅，咁就系叫传说陪查嗰、那个。
姜涛造星篇啊，30秒广告啊，咁依家都有成74万嘅人次睇过，即系2018，系讲紧都接近5年咯，系咪？3年，即系依家7月、8、9、10、11、12，哦，都差唔多超过4年半啊，咁样。咁我哋都希望即系呢个可以继续啊，都犀利喎！呢个陪茶广告，咁系姜涛好清溺时候拍嘅一个广告啦。如果大家想欣赏翻姜涛比较清溺时代嘅演技啊、外貌啊，咁就可以去呢个广告度睇啦。OK， 好啦，咁就睇下啦喎。咁啊，今个 report 咧最高点击率咧就系 Shiseido 嘅广告啊 ，Shiseido 嘅广告咧上升咗 7.2%。咁啊，嗱呢个比较新嘅，就今年4月6日先推出嘅啲 Shiseido 广告。咁就讲紧咧就系呢个即系最高个上升幅度啦，咁样样。咁就呢、這个呢我记得上次好似喺个广告 report 都讲过㗎啦。不过呢近排因为 Shiseido 呢佢都推出佢个新产品啦。而姜涛亦都系运用佢嘅IG 啊同埋嗰啲 social media 呢去 sell 呢啲广告。咁当然好似之前嗰阵就喺6点钟新闻呢，唔知前几一段片呢系讲过 Shiseido 呢个广告。咁都拍得非常之靓仔啊，唔使讲。又靓仔又有型，咁所以我諗大家都要继续支持啦，所以呢个广告都多人睇啊，多人睇，咁上升幅度都好高，咁就呢、這个就相当之犀利啦。咁其实呢最高个上升嗰、那个广告之中啊，其实都仲有睇下先啊，嘟嘟嘟嘟嘟，其实都仲有呢、這个其余一啲 Shiseido 嘅系列咁样嘅，咁不过我唔特别讲啦，因为今日我想讲嘅其他重点啊，咁样，咁就第二位咧就系属于呢个没有翅膀的天使嘅麦当劳叔叔之家嘅慈善歌吓，咁啊 MV 嚟嘅，咁都系好受欢迎啦，咁样。咁咧，没有翅膀的天使咧，当然就系嗰段时间姜涛一个好好嘅代表作啦。咁今次喺呢个 report 当中咧，呢、這个没有翅膀的天使咧，都已经系讲紧上架咗87日啦。呢、這个 MV 咁啊，依家累积嗰个点击率咧都超过176万几嘅咁样。咁我平均每一日呢都有成20000多人去睇呢个广告。咁相当之好。虽然你话广告呢其实一个你当系一个 MV 啦，系咪 ?music video 啦。咁讲緊呢个 music video 呢姜涛呢就落咗好多心思。咁当然佢就扮一个玩具嘅修理员去修理一啲玩具系损坏咗啦。咁当然大家都明白个寓意，就系讲紧麦当劳叔之家呢个服务咧，就帮助一啲患病嘅长期患病嘅儿童及其家人，就提供一个合适嘅宿舍地方，又近医院，咁唔使周居劳动，减轻佢哋所面对医疗嘅压力啊，同埋一啲经济嘅。所以都相当之有意义，即系我觉得成个历程呢都令到人哋好开心啊！即系喺拍呢段片嗰阵时咧，当然呢一个 MV 呢就系由张蚊去拍啦，咁都系一个好出色嘅导演啦。咁所以同埋没有翅膀的天使咧，系姜涛嘅一首旧歌嚟噶嘛？系一首旧歌咧，系讲紧咧，系刘德华系嘛？好多年前嘅一首旧歌。咁啊，今次咧，因为即系适合喺麦当劳叔叔之家嗰、那个服务嗰个 MV 嗰度播出嚟咧，咁所以都系翻唱翻，咁啊表现都相当之好啦。其实当中呢个广告咧，成首都系即系穿插首 MV 嘅。咁拍得相当之出色啦。我自己觉得麦当劳都系一个对于姜涛一个系好好嘅一间公司嘅。纵使麦当劳唔系姜涛嘅母公司嘛，姜涛嘅母公司就系 Make a Will 嘛。咁但系当然麦当劳佢哋即系对于姜涛嗰个 promotion 啊，
選擇嘅宣傳方針咧，都好照顧到疆圖同埋佢嘅發展方向。咁呢樣都係值得嘉許嘅一樣嘢啦。咁樣就係咁啦。咁所以咧就係咁樣啦。咁啊，至於呢個麥當勞叔叔咧，當然即係我都要重提翻啦。我都係一個比較欣賞佢嘅一個客户嚟嘅，除咗佢之前佢就即係一拼係招聘咗啦，招聘咗用招聘咗呢個字啊，標誌咗秒華12字一齊宣傳麥當勞，但係去到 so far 今時今日咧就剩低姜圖一個啦，係嘛？佢無論係做呢個麥當勞叔叔之家嘅慈善大使又好，又或者係做呢個麥當勞代言人都好，咁佢依家已經即係叫做咩㗎啦？一個係頂晒12個嘅工作㗎啦，咁樣，咁我覺得麥當勞都獨具慧眼嘅，OK，咁啊即係成個歷程咧，即係無論係 MV 又好，或者係佢哋去到呢、这個麥當勞叔叔之家沙田嗰、那個分館度參觀，即係叫做探個病童同埋佢及其家人啦，咁樣咁都相當之温馨嘅成個過程。咁我諗除咗呢啲咁嘅片啊之外咧，咁啊麥當勞對於疆圖嘅宣傳都係做到足嘅。做到足，同埋佢哋都会希望令到疆图都系一个可以帮到手啦，因为佢形象又健康，系嘛？佢成个历程又处于一个有爱小朋友，系嘛？你睇琴晚全星暑假系咪 Mirapass 嗰阵时都睇到啦，系咪？疆图系几咁爱小朋友，咁甚至系讲紧呢个服务系帮助一啲患病嘅小朋友噶嘛？咁所以我谂揾疆图真系100%啊，即系100%适合啊！咁当然我哋都要继续支持啦。你嗰阵时有冇食麦当劳巨无霸餐啊？咁啊食埋麦当劳巨无霸餐咧，就捐1蚊俾麦当劳。咁呢个都系相当之重要一样嘢啦。就系咁啦。咁所以麦当劳呢个客户咧，都系值得我哋去鼓励同埋支持嘅。OK。咁啊，第三个点击量高嘅广告咧，就系呢都系麦当劳哦，咁样都系麦当劳叔之家，就探访呢个沙田嘅麦当劳叔之家。咁啊，啱啱都讲咗啦，咁啊唔特别讲啦。不过佢个点击率就有46,000几人次嘅，咁啊上升咗2.3%，咁样都相当之犀利啦。好啦，咁啊跟住第四位啦，就系与 HPV 的距离啊，预防 HPV 男人要识。拣预防咁样，哇，咁啊犀利喎！咁佢依家咧睇呢个2023年6月11号上架，咁已经系超过110万人去睇过呢一个咁嘅广告啊！咁啊，当然呢个 HPV 广告就唔系广告咁简单啦。咁啊，佢系咩咧？佢系一个互动式微电影嚟嘅。咁咩叫互动式微电影咧？就系讲啊，你即系譬如我哋啱啱讲紧呢段片，系佢一开头嗰个选择女朋友嗰段片嚟噶。咁啊，佢底下就有好多嘅分支啊。咁啊，有唔同嘅分支系讲紧咧，差唔多接近6个结局咁样。咁啊，呢6个结局咧，咁啊，当初咧，老实讲，高登仔都估计错误，估计错啲咩嘢咧？就系讲紧，喂，原来啊。喺我以往嘅认知咧，拍呢啲咁嘅微电影广告咧，就通常咧就会拍一个，跟住就俾网民投票，投票完咧就个故事走向，大家个投票意向系点样咧，就拍我边嘅广告嘛。咁啊，一直可能最多咪3、4 round 咁样，咁就完啦。但系今次呢个 HPV 呢个广告咧。都令到高登仔嘅三观啊刷新咗，咁啊就系讲紧咧，果然 HPV 系好锡姜涛，其实我依家我后尾谂下咧，我自己都谂漏咗，喂，以姜涛依家嘅工作量咁红咁多咁受欢迎嘅话，咁啊边度可以等你每一次投票完，跟住投票完之后，跟住选一个结局再去拍啊，更加冇可能。嗱，纵使退一万步啦，佢唔系咁样拍摄方法，佢可能拍定晒出嚟，等啲观众
选完啦，啊，中意边个广告我咪播边个啦，哎，都唔系，可以直接一次过将六个结局唔同嘅分支故事嘅内容 show 晒俾大家睇，啊，只要大家咧有兴趣有魄力可以睇嘅话，咁啊睇多几次，咁官仔都睇咗好多次，咁啊，所以咧，呢、這个咁嘅广告咧，依家喺短短咧咁短嘅时间已经超过111万啦，系咪先？110万。咁成績都相當之勁啦，喺廣告裏面。咁當然都係歸咎於嗰個創新啊，同埋嗰個互動微電影嗰個安排，係安排得非常之恰宜。無論時間上或者係佢同期有咩廣告對手呢，係比較冇啲嘅。咁所以我諗對於姜圖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安排同埋選擇啦。咁就跟住呢就係讲緊呢个 HPV 嘅呢个广告啦。咁其实当中呢呢、這个广告呢就分开咗几 part 啦。包括係讲緊喺网上面 YouTube 播出嘅版本啦，同埋佢当日释放呢个广告嗰时候搞咗次记者嘅招待会。咁啊，亦都邀請到姜圖親身咧去宣傳呢個 HPV 嘅廣告，即係大家嗰個認知就話，喂 HPV 廣告其實係講緊一啲疫苗廣告嚟嘅話，以往咧就好難做宣傳嘅，咁今次咧佢都好破格啊！破格在咩咧？佢就起碼咧都揾到姜圖呢、這個即係當代最紅啊！依家香港最紅同埋最受歡迎、形象又好嘅一個藝人去宣傳 HPV 呢個產品，咁啊相當之難。但係當然呢、這個互動微電影亦都記一功啦，加上當日嘅記者展就會，喂，裡面仲有麥冬咧，係嘛？麥冬嘅參與咧，阿嘉琪咧，係咪？仲有兩位好靚嘅女主角咧，係咪？一個就係籃球女將阿 Mandy 啦。我就算咧，琴日都睇到咧，有關呢個 HPV 呢個互動微電影嘅宣傳嘅宣傳嘅文章咧，我都仲睇得翻喎，係咪先？好似近排寫嘅啫，即係可想而知，個影響力都相當之大，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有人討論緊。當然，高登仔討論只不過係因為佢個點擊量啊，或者個成績啊咁樣就非常之唔錯咁樣啦。咁你問返下高登仔啱啱播嗰陣時呢，我都用咗幾耐，我都用咗9个字一個鐘呢先可以睇得晒6个结局唔同拉嘅做法。咁我覺得拍得相當之有心機，同埋相當之大方啦。佢唔係支牙膏式咁樣去 show 晒成個廣告出嚟，佢起碼喺一個show 出嚟係同一時間 show 出嚟，希望大家有一個好嘅體驗。咁起碼即係我諗呢啲就即係大家可以繼續去了解啦，繼續去了解啦。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廣告啦。咁都好犀利啦，咁上咗成100几万啦，係咪？咁咧跟住咧就睇下啦。咁就講緊呢個一直去緊嘟嘟嘟嘟嘟，咁就讲緊第六位啦。咁第六位呢就係讲緊呢个无糖可口可乐成呢个姜圖无糖畅爽无可取代30秒广告嘅咁样。咁当然高登仔除咗呢个麦当劳广告之外呢，其实对于呢个可口可乐广告呢都非常之欣赏。咁究竟欣賞在咩呢？其實欣賞在呢，其實麥當勞呢真係係一個 sell 温馨啦。咁而可口可樂呢就 sell 呢個型格，而且佢同呢個麥當勞相比呢，可口可樂係錫姜圖過之而無不及嘅。咁錫佢啲咩呢？係錫緊佢姜圖喺呢個可口可樂裏面嘅表現啦。喂，而且係作咗一首歌俾佢喎，呢、這个无可取代喎。喂，你仲要记住出呢个无可取代嘅时间系咩时间？正值系姜圖出歌嘅空白期嘛。咩叫出歌嘅空白期？就系讲緊佢对上一首作品的说话系嘛，系去年4月30号出，到今年 Dummy， 经过咗1年时间，中间系冇任何新歌係出過㗎嘛。
咁而当中佢就即系当然面对好多唔同嘅挑战同埋困难啦嗰段时间。但系其实虽然系咁，但系其实广告歌咧或者系一啲宣传嘅project 咧系有嘅，譬如可能中间呢段时间佢出个翻唱哥哥嘅追啦，啱啱讲到麦当劳叔叔之家嘅主题曲没有自黄的天使咧，乃至到去呢个可可乐嘅无可取代啦。咁呢、这个无可取代咧，当然系可可乐公司嘅一次嘅好锡姜涛嘅一个举动啦，系咪特登作一首歌喺呢一个咁嘅出歌空白期就出咗一首新歌咁啊？其实系相当之好听，我话俾你知，我个质素咧，其实唔比十一胎差嘅，即系唔比十一胎差嘅。咁啊，当然，其实作为一个广告歌又好似即系好似人哋觉得啊，即系听又唔知点，因为佢始终系广告歌嘛。但我觉得都要同大家讲，系值得一听，同埋值得去鼓励呢首歌嘅出品嘅。咁啊，而呢一啲咁嘅歌曲啊作品啊，咁就係讲緊呢呢、这个无可取代呢、这个无糖可乐佢一连串出嘅宣传嘅活动啦。係咪先，喂讲緊佢有闪卡抽喎、哦、唔有姜涛卡抽喎、哦、当然闪卡就係讲緊惠康版啦吓、啊、哇即高登仔都好有记忆力。咁啊呢、这个姜涛卡呢就总共有六款嘅。咁啊其中呢就你要买返指定数量同埋产品嘅关于可可乐嘅话呢咁先有得送。咁当日时呢曾经一度呢就大家即係买到断市啦、即係大家都话点解冇姜涛卡嘅，咁因为大家都抢姜涛嘅可乐嘛，因为你唔买可乐就冇姜涛卡送。咁啊喂仲唔止喎、啊。呢啲咁嘅姜涛卡，佢每一款都仲有个 QR 曲 ，QR 曲系写紧你只要有呢、这个抽奖嘅机会喎，咁啊抽啲咩奖呢，就系、是、抽无可取代嘅黑胶片啦、黑胶碟啦，亦都有一个姜涛嘅见面会啦，咁样等等啦。咁啊，而呢啲咁嘅活动咧，亦都系相当之受欢迎。咁啊，一度断市啊，咁样讲紧。咁啊，跟住就系可可乐个可可乐个宣传啦。咁啊，大家最印象深刻就系可可乐为着今次呢个无糖可乐嘅 promo 咧，就搞咗一次姜涛嘅见面会。咁预期叫见面会咧，倒不如系讲姜涛嘅生日会。因为点解咁讲咧？虽然想当日呢是可口可乐公司一个活动是叫做姜涛见面会啦，咁当然就是 sell 佢嘅无糖可口可乐，咁加上姜涛会在场喺呢个新世纪广场可口可乐 book 咗个地方，咁就俾中咗见面会30位嘅幸运嘢就同姜涛见面会係咪，咁但係在场呢佢亦都系俾好多姜涛呢一起去在场支持姜涛嘅。咁在场支持姜涛呢是讲緊呢佢哋呢是万人空巷咁滞，唔知有冇一万人，不过都好多人咁企正好多层楼啦咁样。咁呢个咁嘅安排呀、啊、呢、这个咁嘅模式呢就令到好多姜涛就好开心。因为点解咁讲呢大家如果记得嘅话呢其实讲緊呢姜涛嘅见面会是正正就好近姜涛嘅生日日期㗎嘛。咁而呢个生日日期呢亦都系讲緊呢姜涛呢就希望呢就睇呢次见面会同姜涛呢就见面。咁姜涛亦都好醒目啦，咁因为都差唔多生日啦。咁佢就姜涛就藉咗一个机会呢就当系一个生日歌。当系一个生日会去同姜涛庆祝生日。咁哇场面非常之温馨啦，咁又唱生日歌又送呢个生日蛋糕啊，咗个生日蛋糕仲要有支无糖可乐喺度嘅咁样。咁可想而知
可口可乐系几咁大方嘅一间公司先？喂，想当日系嘛？一班姜糖，喂，其实老实讲，我哋其实叫做正式嚟讲系唔可以咁样同人哋庆祝生日噶。不过因为我似系一个见面会，而又咁近生日，可口可乐公司，唉，真系俾一个机会大家姜糖，一齐呢个庆祝姜糖生日啦！哇，当日个场面真系好开心，即系我。就算去到今時今日啊，記翻下當日嗰個場面咧，都好感動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唉、哎，喂，即係應該咁講啦，嗰陣時都未知道4月30號正日嗰陣時，姜圖究竟會唔會出現噶嘛？因為以往嘅慣例咧，正日我哋未見過姜圖噶嘛。不過當然嗰陣時就話，唉、哎，即係與其係見到姜圖啦。不如直情即刻庆祝生日啦，咁样样，因为我哋唔知道几时先至有下次啊嘛，系咪先？唔通要到下年啊，系咪先？有阵时过咗生日庆祝先至，即系冇意思啦，咁样样。咁所以咧，嗰次捉紧个机会。当然后尾喺呢个科学园出现嗰、那个起步礼就另外一回事啦，咁样样。咁我始终相当之开心。我似可口可乐活动，即系一讲起嚟都好嘅。不过即系讲翻起啦，譬如佢即系因为佢咁大方咁好啦，咁所以有阵时即系好人有好报，系嘛？即系上一排公布咗可口可乐嘅业绩，亚太区嘅业务上升咗10%，即系相当之好，即系证明一个好嘅策略、好嘅 PR，佢对得。姜涛好，自然有一个好大嘅回报，咁在于佢即系作为一个盈利嘅机构咁，所以赚钱系无可厚非嘅。但系佢哋赚钱得嚟咧，都好注重嗰个形象啊，或者系大家好 happy 啊咁样样。咁我觉得都相当之好嘅一个工作咁样样啦。好啦，咁其实除咗之外咧，仲有去到呢、这个睇下先啊。第九位咧就讲紧呢一个Darlene 亮白牙齿广告。咁啊，当然我都成日咁讲啦，其实 Darlene 咧都系一个好好嘅品牌，即系我谂在于咧姜涛嚟讲咧有一个特色嘅 Darlene 嘅广告咧系特别充满咗阳光嘅气氛嘅，咁啊出。见一个特别嘅阳光气氛咧，系讲紧拍得姜涛咧系特别闪灵灵嘅，你觉唔觉得？即系 Shiseido 都系，但系 Shiseido 咧系拍得佢靓仔。呢 个 Darlene 嘅广告咧系拍得姜涛系阳光，系咪先？啊，里面有篮球啊，有食嘢啊，咁当然拍佢嘅牙齿就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分啦，咁样。所以琴晚嗰个 Mirapass 咧，Viu TV 嗰个综艺节目咧，讲咬呢、这个牙嘅咬呢、这个遥控器嗰阵时候，我几担心啊！一阵你阿 Ian 咁攞住个遥控咁样怼入去咁样，我惊即系撞甩阿姜涛棚牙点算啊？系咪先？即系佢卖Darlene 广告噶嘛？佢嗰棚牙系几咁靓，几咁重要啊？系咪先？你睇翻我得 Darlene 广告系嘛？姜涛拍嗰啲咁嘅牙齿牙膏广告咧，喂！相当之靓仔，棚牙又靓，本身又充满咗阳光气息，食嘢又冇问题，系嘛？咁呢个真系最佳人选，所以 Darlene 都一直都系揾阿姜涛做一个代言人，都相当之唔错成绩。喂，同埋跟住落嚟有啲 promo 啊，等等嗰啲咁嘅赠送礼品啊，出新牙膏啊，咁样，全部都有姜涛粉嘅，全部都拍得好。咁所以呢啲咁嘅广告咧，即系。23个广告我讲唔晒啦，咁啊最主要抽翻呢几个广告出嚟，即系讲下啦，咁啊又讲下自己感想。我觉得呢啲咁嘅广告咧，即系正正咧都系反映到咧喺唔同嘅产品嘅性质，譬如话疫苗又有啦，食肆又有啦，慈善团体又有啦，即系麦当劳叔叔之家啦，牙膏又有啦，系咪化妆品又有，咁啊基本上咧，姜涛咧系你基本上咧应该咁讲，咩产品咧，姜涛都可以 handle 得到，都可以拍得到，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姜涛喺未来一段好长嘅时间，都可以喺广告界嗰度咧立足同埋 number one 咯，咁所以呢样嘢就真系冇得讲，咁所以咧。
啲 haters 對唔住啦，我諗你哋有一段時間長時間喺香港周圍咧都會見到姜圖嘅唔同嘅廣告啦，咁所以呢樣嘢就冇得辦冇辦法啦，因為第一廣告商又鍾意佢，睇廣告嗰啲人又鍾意睇，係咪？佢嘅形象又適合喺唔同嘅廣告產品度出現，咁所以呢樣嘢就冇得講，無可取代，就係姜圖廣告嘅最红最受欢迎嘅代言人啦，就係咁啦。好，咁啊，今日姜涛嘅数据排名成绩就係咁多啦。听日同样时间我哋会继续姜涛嘅数据排名㗎啦。拜拜。